村上，就说这几个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妈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四五，神似却有八九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与你却是息息相关，瞧你长相却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子们御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